苏提达王后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闪耀在泰国的王室之中。她走路带风，每一步都踏出自信与优雅的节奏。她那出众的气质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光芒，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。她的颜值更是无可挑剔，精致的面容如同精雕细琢的艺术品。也正因如此，苏提达王后被泰王视为珍宝。她不仅是泰王身边的伴侣，更是王室形象的代表。她用自己的魅力和智慧为王室增添了光彩，成为泰国人民心中的敬仰与爱戴的对象。在时光的长河中，她的美丽与气质将永远熠熠生辉。